乘客听日用八达通乘搭港铁、轻铁以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，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，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。而另外，听日是元宵节，港铁六条路线将会于不同的时段行走较频密的班次，听日将合共增加约370班车。港铁提醒，感谢日的车费半价优惠亦都可以同转乘特惠站和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同时使用，亦都适用于来往东铁线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，但就不包括感应式信用卡或者扣账卡的付费车程，亦都不包括东铁线头等的额外费用、机场快线和港铁接驳巴士。另外，由下星期一开始，港铁的早晨折扣优惠将会由现时车费的65折调整至为车费的75折。喂喂，睇完咪走住啊，记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揿钟仔先，撑我哋撑真相啊嘛！